来，开始啊，绕线，带上来，然后绕一圈，中指上绕一圈啊，绕的时候这个线头稍微一留长一点点，捏紧这个交叉点，出针，带线，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然后咱们绕线，带过来，带过来以后啊，一定要这样紧紧它啊，收收紧。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大圆圈啊，咱们捏紧，然后起立，一、二、三，三针起立针，勾完了以后，咱们绕线，回到这个圆圈里边出针。带线，现在钩针上有三个线圈啊，如果你是三个线圈就对了啊，如果你是一个线圈就不对，可是两个线圈就不对啊，一共一定是三个线圈，亲，绕线，丢掉两个线圈，还有两个吧，再绕线，再丢掉，哎，长针完成啊，长针就完成了，咱们要在这个圆圈里边做七次长。长针啊，第二针绕线出针带线，现在是七个线圈，绕线丢掉俩，然后再绕线丢掉俩，这是第二针，咱们要做七针哦，绕线出针带线，三个线圈丢掉两个，丢掉两个啊。欢迎大家啊，手上没有活的啊，没在干的，只是在看的啊，给主播点点赞赞啊，点点赞赞，咱们小赞赞飘一波，看见啊，绕线出针带线，三个线圈绕线带过俩，再绕线带过俩，是不是啊？五个已经完成，再继续啊，还有俩呢，谢谢点赞赞的每一位家人啊，谢谢你们。哎嘿，再继续啊，再来，现在还缺一针，绕线出针带线，三个线圈，咱们扔掉两个，再扔掉两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针咱们就勾完了啊，七针咱们就勾完了，现在开始啊，这个一二三，三针小辫儿啊，咱们一定是三针小辫儿，带着这一个线圈啊，咱们回到圆圈里边出针带线，然后呢现在是两个线圈啊，咱们要做一个引拔针，引拔针就是把前边一个线圈带到后边的这个圈里来，这叫引拔，引拔出来以后紧接着带线锁一针，这个就完成啊，这就完成了，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赞啊，谢谢，来断线，是不是很简单亲们，就七针长针，因为我当时看清了吧，数一数几个，给主播点个关注，相伴永久好不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针啊，七针亲，七针啊，咱们现在来换线了哦，一二三，一开始起立那三个辫子针咱不管啊，咱不勾啊，来咱们到第四针目上来，第四个针目啊，出针，然后呢找到其他颜色的线啊，绕线带上来，然后捏紧线头，把织物呢咱们贴进线头，然后绕线带过来，拽过来以后咱们要起立两个小辫，两针小辫啊，一定是两针，然后绕一下啊，绕一下来到下一个针目，看见这一个小 V， 看见没，来到下一个小 V 啊，出针，来咱们继续啊，绕线退掉两个线圈，这叫未完成的长针啊，因为长针还多了一步，绕线下一个 V，咱们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每一个针目里边都要勾，就是下边有几个长针，上边就几个未完成的长针啊，你们记住这点就行，
来，现在咱们是最后一针啊，能不能找到的，能找到的打个能啊，不能找到的咱们继续讲。出针带线，现在呢最后一针咱们完成，现在绕线，绕线脱掉两个线圈啊，最后一针也是要脱掉线圈的亲啊，能，好嘞，看见没，现在咱们钩针上2 4 6 8，是不是八个线圈？如果你是八个就对了，如果你是这个6、7个或者9个都不对啊，除非你这一针是在这个，这一针是在下边，因为在下边的话了它就多了一针啊。来，绕线一次带过来，你们不会带的慢点，一针一针的松，如果会的就一次带过来啊，带过来以后紧接着啊，不要把线拉上这么长啊，一定要这个能活动就行啊。绕线，这个钩针这个尖往回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贴近织片，有多近贴多近啊，带过来，带过来以后你看看这是不是小了，看见没，咱们锁一针，这个钩织部分啊，草莓的钩织部分呢咱们就钩完了啊，亲们。钩织部分咱们现在开始整理啊，你们手上的也基本上差不多了，因为我这个做的不很快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来，咱们使劲收，看见没，收紧点啊，越紧越好，收到啥程度呢，收到这个地方没有动眼啊，不露动眼为止，亲们。哎，好，老师晚上好，宝宝晚上好。看见没，咱们要打个结啊，打个结，打结不要拽得太紧啊，一定要跟植物一样啊，要跟植物一样。晚上好，亲们，你们晚上好。哎，这个结呢，咱们要打到这个织物的中间，不要打出织物来啊，不要打到外面。草莓就完成了，我做了两个了，棒棒啊，很棒，做两个了，是不是很可爱，丽丽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，很萌的一个小草莓啊，它的用处很广，你就自己脑补一下啊。